真的。如果这个都中了的话，真的我要把你拆掉，真的。爱表恰哎呀。它会碎掉的，不会会赢，不会赢的。它只有一个音，baby 只有一个音。你在唱什么鬼？你这是唱歌很难听的鸟。知道在唱什么东西？就没有美如水的梅子。好嘞，追一个旧连环。旧连环。没有装。路上。是吧，我好我好就连环就连环，是吧，我好我好就连环。哎，妹妹你只有一个音，妹妹你为什么一直在喊？妹妹从头到尾就是啊。播出的时候啊，把 baby 那一轨单剪出来，对，真的绝对太精彩了，就一个音。把音乐全部去掉，这一期没有人可以超过他。成功了，换出了独角兽的机器人九连环，变出了独角兽的珠宝塔。已赢了，薇薇这一期赢了。选一个，就在这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这首我专属哦情歌要记得。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，别当作感叹，都体谅，都原谅，我告诉到达。让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baby， 出门前我是新的心情，哦，我的 lady， 你喜欢有小情绪，像晴天的乌云。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。
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，地球没有多痛，土有多浓，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，你的一切我都好奇，像秘密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，懂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其实我特别喜欢这就要完，一来画人就不行，画的还可以，要猜得出来才行。导演，你们对着你们的词儿看一下，对吗？哦，来一个乐队啊！哟哟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咱俩昨天听的那个，昨天搞的那玩意儿。OK OK。什么都是我的错。走吧，爱情想得太美，现实太诱惑。哇你说不是，我没有想到你们想象力这么丰富。他是凤凰成为传奇之前啊啊，不是凤凰传奇啊，我只是抛砖引玉，没有想到你们答得那么全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凤凰，他们还没有成为传奇。那你画这个干什么？画这个又又叶，凤凰您画凤凰啊，你画凤凰传奇，我们不往那儿想，我真的哭了呀。所以咱们就一连串全是错的，就算你后面凹得那么厉害，也砸在了凤凰。好了，啊！果然还是猜不到凯哥画的是什么。你们猜猜看嘛，这啊，发光，不对，发热，不对，发泄，头屑，不对，发脾气，不对，发如雪，发如雪。要不是我就来这一发，最后一个随便他画啥都行。今天呢，我要画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朋友，他到底是谁呢？我先不说，我画完之后你可能就知道了。哎，画的时候一定要有韵味，有感觉，知道吧？越有感觉，你越能猜到他是谁。哎，这个笔锋啊，啊，最关键的就是这个。这就是那一位很熟悉的朋友，你猜到他是谁了吗？哎呦喂，这个，哎呦喂，怎么了？哎呦喂，我来画一个啊。哎，侧脸了。哎，侧面画的不错，侧面画的不错呀。哪吒。
我觉得是像的。小童，哇，这个像，像，花花嘛，这是花花吧？花花，花花，华晨宇，不会是我吧？花花，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的，不会，鼻子没那么挺，眼睛呢？头发呢？哪像？那这个是造型啊，然后现在画名字啊。造型是托尼，这也是羊吗？啊，对。这个是鹿哦，鹿晗，周站长第一个答出来哈，周站长，哎，画的多好看呀，这个是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怎么一画鹿晗就突然提高了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by， 那今天呢，就是展现神奇画工的时候了。猜猜我要画的是谁呢？首先要画一个浓眉大眼，哇，这个眼睛。是非比寻常那么大，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边眼睛也算是数一数二的那么大的一个人。那你猜猜他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呢？噔噔噔，眼睫毛那么大的眼睛配上一个大笑的嘴巴，这个舌头吧，不是牙齿啊，他经常会笑到连小舌头都能看得见。画工有限啊，大家多多担待。然后还有一个帅气又可爱的脸呀，说了帅气，那应该能猜到画的应该是一个男孩子吧，还有一点可爱的小刘海，三七分吧。虽然他平时有很多不一样的造型，最重要的就是他真的好高好瘦啊。猜对了没有？就是我们的 Lucas 弟弟。我这像缺了个门牙，本来想画小舌头，没画好，画了个门牙。Baby's back， 金钟锤上天，很不容易。他跟我们在一起，上山下水狂奔，她只是一个女子。太可怕了！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，真的。没关系，没事。我觉得听那么多期，真的非常谢谢每一个人对我的照顾。哎，有块皮撕一下。哎，也很浪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以前是真爱。Yes。看你真的 ，Why， baby why， 不是，这不是 baby， 这不是 baby， 不要坏，不要坏 ，Why baby， 你不要坏 baby， 这是他们 ，Why baby， 我很想喷你啊，我所有人都喷了，就你没喷了，不会让你喷，我说我会保护他 ，Baby， baby， 为什么 baby？你忘了大明湖畔的约定了吗 ，baby？ 不用难过，不用难过，没事。邓超 ，no，baby。妈，最后一期啊！没关系，出卖你了，死得其所。baby 跟宝强在一起啊？都在一块儿。不要哭。没有，我就觉得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。太感性了，哎，用过的，哎呀！我竟然把一个救了我无数次的人给撕了，啊！
金宝是你最好的异性朋友吗？是啊，最好的异性朋友。Cool. 哎，那我想问你，你置郑恺于何地？置郑恺于何地？不是这。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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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崩了！郑恺是我最好骗的，什么 CP？ 郑恺是我最好骗的异性朋友。算了，习惯了。好，那请快速说出井柏然的生日。1989年4月19还是26来着？19。这也真的是不是很熟啊，这个。这26是谁姐？26郑恺。完了。彻底疯了，回家吧。你是26吗？你不是吧？你不是金牛吧？我4月17号。我都知道哎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